不会整个视频就只有我的定吧？我操，没有那个绳不行啊。问题大爷说77岁了，他全部都是蜜蜂围绕着我，我的心肺要炸了，看我说话的时候清楚。我们现在到 Chendao Cap， 然后顺着这个庙走进来，我们到了一个他的一个可能是培训中心吧，有很多人在这边，哇，全是拖鞋。那先在前台登记一下，我上来上课学习，一边翻译一边学。下课后拉着会英语的导游给我们解释。经过了漫长的交涉，我们大概明白了什么意思。The next day， 我们到了今天集合的地方，先是要在这里登记一下，在这儿要交钱。它有不同的服务，然后你可以租帐篷什么的。租帐篷，然后有人可以帮你背包或者之类的各种服务。对，对，我们全部没有选，因为我们根本看不懂。是吗？哦，你提前在网上选完了对吗？他是考了泰国的驾照，所以他才30泰铢。我是护照登记的，我的护照要400泰铢。第二站，然后是领一些徒步的装备的。然后他们那个导游怕我们听不懂，一直跟着我们帮我们翻译。他会一点点中文。人还怪好的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三站。Baggage checkpoint， 因为他们对这个山保护特别严重，然后所有我们所有带的食物还有用的东西全部都要经过检查。昨天给过一张表，然后从那个表上一项一项的对你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下山的时候一定是你带的东西的垃圾要跟这个对上，就这点检查好严格。因为都是泰语我们看不懂，所以就现场填，然后这个领队小哥哥也在帮我们确认，然后在这儿等车。他会在刚才的那个表上写好你的车的号码，我觉得安排还是很贴心的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我每次坐在皮卡的后面都好欢乐的感觉，所以人家问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，我是立马的毫不犹豫的选择坐在后面。然后到了一个关卡，然后我要把那个票跟表都给他。哇，好美啊，居然全部都是雾。看看这个路啊，好像在骑马。踢踢油。哇，到了一个目的地，然后要徒步上去了，好漂亮。哇，它的这个杯架好好看啊。它是缝上的吗？对，它可能去到哦，这是一个杯架。对呀，这也是杯架呀，老绿都用杯架。没几个字，慢慢走。你跟大爷搭讪了？妈呀，你们电脑。大爷说77岁了，他今年。他今年77。在第二个关卡，然后又重新检查了一个票，确认了你的人数，然后现在就开始自己徒步的这一段了。嗯 ，Let's go。建议在坐车之前不要吃东西，不然山上的山路太颠簸了，人容易吐。如果晕车的话，在这个点的话，准备徒步的这个点再适当的补给一点。这个点是最后一个上厕所的机会，对，是最后一个上正式厕所的机会。正式厕所，不能撒野尿的地方。一会儿山上都是临时厕所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10:30，这个整个行程他们安排的时间非常的准确，就是坐刚才的皮卡坐到刚才的那个集合点，第二个集合点就是刚刚好10:00左右，4到5个小时到那个露营点啊，然后从露营点再到山顶要8个小时到1个小时。嗯，我们今天要去山顶吗？不去对吧？去，明天早上去吗？去。哦 ，OK。去不去看你自己，去不去看你自己。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没人管你的状态。嗯，真的，我有被大爷感动到，大爷一个人默默地走着，还帮我们拍照。他背俩相机。大爷有两个相机。我顿时有点看严了，我连一个相机我都不想带。我希望你77了也可以这样，这是你的目标好吗？我们到了一个打卡点，然后可以扫二维码的地方，
扫它会有什么呢？会积分，可以积分，积了一分哦，恭喜你！贝父们都好厉害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野蜂飞舞的休息点，哇，现在全部都是蜜蜂围绕着我，但是应该是不会蛰人的那种。看看我的手，没事。最后的3公里，我感觉这个爬山有点厉害，而且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路了。加油！现在爬升500，我的心肺要爆，我的心肺要炸了！看我说话的时候清楚，谁能告诉我这哪有路啊？要开始最后1公里的爬升，这个路。得翻石头过去了，经过5个小时终于要到达营地了。嗯，到了。大家都开始如火如荼的扎营了，但不得不感叹国货的力量啊。我们一个黑龙被挪克包围了，咱就说这个路一点也不容易啊，看我的袜子。Later， 今天要来取经的呀，9980是一难，那快到山顶了，最后的一段路了，先要扶着绳索上了。不会整个视频就只有我的定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变成了擦边博主。我操，没有那个绳不行。几乎垂直爬升的最后一段路。好嘞，风终于登顶了，不容易啊，但其实对他来觉得也还好了，没有那么累了。好好好，留下面啊。ไม่ต้องกลัวนะว่าเรา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พอยิ่งงา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เธอก็ยิ่งมีค่าสำหรับเรา看完日落，天马上黑了，我们要赶紧下山了。现在山顶非常的冷，我们没有带外套下来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带足够的光源，没有带头灯，也趁着还有一点点余晖赶紧下山。走吧，明天早上来拍日出。我现在下山，啊，星星点点的。那还有一点点光，但是路已经是完全看不见了。终于回到营地了，真的，这最后290米的爬升到山顶的简直是魔鬼训练，我的膝盖现在已经真的是废了废了。The next day， 现在是早上6点整，泰国的队友们4点就起来开始收拾装备了，吵到现在真的一秒都没有睡着过。从昨天晚上他们开 party 开到12点，我总共根本就睡了2个小时吧。我现在实在没有力气登顶去看日出了。现在有专门的阿姨在跟我们 check 带回来的垃圾，要确认一个一个对，确认好了才会把垃圾退给你。吃了啥都带回来，还是拉面2个自热锅。